俩没球打过了呢。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嘛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？我试啥呀？咋呀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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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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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咋的了？没有家的，买出来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王哥，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我买枪来就行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号码为11052051192，哼。